那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 5 4 4人生跑马灯，还要想那么久？七个。哦，算得出来哎，七个。你跟我说，三个。你送我三个？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要五秒钟之内就要回答哦。他问了，这边有音乐，五秒，立刻回答，看着他回答。第一道题目，海军千问开始。请问，请问，亲爱的老公，你的存款数字到底有多少 ？5 4 3 2 1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。没有打断，没有打断，不要搞笑了。第一，对对对，第一把原谅他，不会打了。老公下不了手，是力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第二道题目，结婚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 5 4 4人生跑马灯，还要想那么久？七个。哦，算得出来哎，七个。你跟我说，三个。你送我三个。我什么时候说三个？他没有骗你，三个，不不，你听宪哥说，我宪哥绝对不会骗你嘛，好不好？就他没有骗你啦，真的，37个了。他给你多了，他给你多了，好厉害哦！越从年轻到现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免惊，要这么惊，有神经啊，有人质在我们手里的，他跑不掉，吓死我了！我看才73个嘛，冇错，对啊。对，金山千人斩。对，37个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很严厉哦，请出题。哇塞，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简单啊，这个不能答，这个不能答。哎呦 ，One， 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打了家庭革命的，因为她的闺蜜那些，宪哥你听听看，你觉得你会几岁？怎么？不要原谅，不要先听，不要先听有哪些？哎，你闺蜜，闺蜜有唱吗？闺蜜，黄小柔啦，张琪慧啦，窦智慧，陈柏爷啊，窦窦爷啊，还有康康哥的太太啊，过过过，两个康康哥的太太，过过过，对啊，阿龙就叫我邱慧琴，有啦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开艳丽的啦。彩花姐啊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前面这边设计的，对啊，对啊，给他过了，给他过了，你无讲白差啦，来，我记得，我记得讲较久吼，来下一道题目，下一道题目是出题，最近，最新版的背着我，哪一次看过成人片？ 5 4 3偷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前天。看哪一片？哪一片？成人版的《鱿鱼游戏》啊！哦，最新的，新的，有有有有有！张哥，你看几次？这个趣味的，趣味的啦，没啦，没啦。下面到底请出题。我妈，哪一点让你最看不过去？哦，哇，这个好犀利，这个不要回答。好，我岳母太宠我女儿，她的孙女，宠孙。因为跟我的答案不是不是，因为跟我们不一样。哎，因为我岳母现在还会，就是我女儿撒娇，她也要背她，合情合理。对，因为她大孙太宠她，因为我们平常会对她比较严格。哦，比如说该补习、该看电视，不该吃饭、该那个写字的时候，就是比较规矩。对，那外婆就会在旁边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慢慢来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急啊，她那边在闹脾气，她说阿公阿妈都是半白脸呐。对呀，啊，帮她洗澡什么？我说阿妈不要这样，让她自己。婚前的时候。这个妈妈有一点不同意嫁给你，不同意，对，那因为现在会记恨吗？我会，你会吗？我不会，岳母，我岳母现在以我为荣，当然啦，买到绩优股啊。姑妈现在真的比较疼她，哎，知道喜欢吃豆干呐，她把那个卖豆干所有的摊子，每一款豆干，生的、熟的、炸的、炖的、卤的，全部一趟买回来，我吓坏了，豆干大餐，不要 get 回去吧，哎呀。来，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老公，我穿哪一款的睡衣最能够勾起你的欲火？哦，问题都好紧绷哦。2 1
我的 T 恤。哦，行家哦，爱行家哦，就是穿那种什么什么蕾丝那一种，我就太刻意，太刻意了，哎呀，好像对，好像要跳凤阳花鼓一样，没有啊，对吧？哎呀，那来来来来，现在攻守交换，好，换我的，好，哎哎，我说你别那么惨，好，第一道问题，请发问，哎。亲爱的老婆，你最近又偷买了什么东西没有让我知道？ Five, four, 哦，这个就偷了呢。Two, one. 我买了，我订了，我只有订，还没有买，还没有，还只有。快讲，快点，五秒到了。一个40万的表情包。还没来。合理合理。走路可以大尾了。我们三太子来了。我们身为一个男人啊，这不能动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么巧，我就讲妈妈都需要一次铂金包，他在产房里面把孩子这样生下来那一股痛苦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只是做进出口贸易，但是他却大准立干，很辛苦的，妈妈给一个铂金包，合情合理，什么定？直接就买了，不行，因为那个要配货，那个很严格的。那我觉得还有要买其他的。我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有累积到差不多的那个，可以定了，可以定了，我终于可以定了。他前面先花了150万啊！好自暴自弃，还打不打？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才第一题，疯掉了。好啊，对，干什么？我最近看那个账户，每个月都有固定汇出40000元的东西，该不会是要累积10次吧？我要哭了，分期付款哦。对，1，的确有这个事情。哎，好，是什么？但是我是在帮我们家里面呢做一件大事。就是买铂金包，过年给我看，对不对？十个月之后就有一次铂金包，我那真的是大事哦，大事大事。我在每个月把这个40000块啊，就是存起来，然后跟汇兑回啊。那得用家里的公款去公款去标汇，他最后那个，比如回啊讨回去，就是不是拿了一笔钱去买铂金包？好，不是这样，从现在开始圈起来，好像没事没事，现在开始是这样走的。忘了铂金包的事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入。对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发问。哦 ，Kelly， 有一件事情我找很久，我找了3年，现在在找。就是我的车子的找自己。备那是陶喆，那是陶喆。对，我车子的备用钥匙，你是把它弄丢了。5, 4, 3, 2, 1. 马屁老师，马屁老师生气了，马屁老师也听不下去了。紧张啊！请回答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钥匙丢去哪里了。他也不知道钥匙丢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，你流血了啦！是吗？我真的流血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跌倒了啦，是吗？有吗？在哪边？我在流血。好，一点点是。没电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观众朋友，没有，我们是打假的，是吧？建龙就是洗黑的。就一个包包而已，就让你这样子。不是包包，钥匙，钥匙。拿去哪里？请回答快点，因为开始头有点晕了。